情人节要到了，黄凯啊，怎么还不到店里帮忙？好了，这是我单身的第三十年，别说出国了，我连朋友都没带其他去过。黄凯啊，你怎么还在家？不去店里帮忙，还在这里干什么？在呢。啊，靠腰。立项啊！我是住在马桶里面三十年的马桶女神，决定要完成你一个心愿。来，告诉我哪一副是你要的远镜啊？这一副，这一副还是这一副呢？那个都不是我的，而且我也不想戴，臭臭。顾汉贤，你好诚实哦！我决定送你一副最棒的眼镜。这一副啊是踩不烂的眼镜哦，而且最重要的是戴上它，你就会看见你最喜欢的人了。踩不烂的眼镜，跟他近嘞，所以我戴上去的话也可以变成金城武喽。你眼镜破掉了，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这个？这个很神奇，你看怎么扭都不会坏。你相信我，你相信我，这个很神奇呢。你看，你看，来来，来我试给你看。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来，真的，真的非常适合，而且很神奇，你戴戴看。你不就是那个御警金城武吗？你愿意和御警金城武约会吗？愿意，我都愿意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哦，不是啦，那个这是魔术而已，我也不是御警金城武，我只是想说哦，那情人节都没有人陪我约会，你愿意陪我一起约会吗？好吧 ，Yes， 我愿意跟你约会，但前提是我选择戴上这个眼镜。请你让我跟御警金城武约会吧。情人节快乐！其实我也没情人。你想当我的情人吗？情人节买 AD 太阳眼镜就不怕被闪到哦。情人节快乐！就算没有情人节陪你过呢，吃一下情人果干也是不错的选择哦。